平时我哋要跨行转账，往往要亲自跑一趟，仲需要缴交一定嘅手续费。但透过过数易服务，呢啲不便将迎刃而解。金管局日前推出过数易服务，联同多间银行构建快速支付系统，已经完成登记嘅市民可以以手机号码或者向银行申请嘅 FPSID 代码代替银行账户作收款用途。需要跨行转账时，亦都可以通过相关嘅手机银行、网上银行或者柜台等渠道轻松完成。目前本澳已经有11间银行支持该项便捷服务，提供无间断嘅即时跨行转账，款项可于30秒内跨行到账，且不会收取手续费。该服务已经接受居民及企业登记，推出首日就获得良好反响。就试下登记了 ,OK 的，我觉得就挺方便咯。有试过的，开头新奇嘛，就试下过下先咯，真的过到的。即係喺隔離啦，咁大家一齊試啦，咁跟住佢一個咁我收到，咁一個佢又收翻。都會嘅，買嘢或者做一啲交易嘅時候都要跨行，咁就係咯，就爭咗一步咯。因為好多銀行都做緊類似，不過就係同行嘅一個方法咯。咁跨行就未有用到，但係 OK 啊。即係唔收手續費之類嘅咧，都會用咯，因為方便嘛，始終就可以即時到帳咁啊嘛。除此之外，該系統亦都支持批量轉帳功能。令到銀行可以為企業提供跨行發薪服務，即是以後企業及員工都可以自己選擇用乜嘢銀行的帳戶出糧啦。據介紹，目前跨行轉帳每筆上限為5000澳門元，每日上限則為10000，而企業批量跨行轉帳對同一收款帳戶的每日上限則為50000元。未來局方將繼續擴展服務，例如考慮延伸到移動支付機構，或者研究不同幣種的資金結算等等，就等我哋拭目以待啦。